ようこそ高雄へ未観光でお楽しみください。高雄轻轨即将成员，为了迎接日本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部的到来，期间限定版彩绘列车柑橘号即日起上路，由高雄捷运超高人气蜜柑站长和橘色恶魔主视觉搭配的轻轨彩绘列车，一上路立刻引发民众抢拍，也成为社群热议话题。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随着轻轨即将成员，象征高雄交通平权、绿色交通重要里程碑，未来轻轨将是城市旅游的最佳选择。高雄市政府携手高雄捷运公司，特别打造期间限定版柑橘号轻轨列车，要表达高雄对于橘色恶魔来访的热切欢迎。为了回应民众的踊跃回响，高雄市政府也准备限量版橘色恶魔主视觉海报抽奖活动，民众只要在12月5日前追踪高雄市政府的官方 IG 账号，并在指定贴文标注两位朋友，就有机会获得橘高校主视觉限量海报。